哇哦，想不到尖子制造来到了香港开分公司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办公室环境，真的挺好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魔术特派员尖子。今年是国际化的一年，我们从英国黑池到日本东京，现在来到了香港，我来这边举办魔术讲座。晚一点我也会带你们去看一下香港那边的魔术店，还有这边的一些魔术师跟他们交流的情况。Let's go！ 我们直接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打魔术店，我看评价最好的那间就直接过去突击一下。今天是礼拜六的中午12点，相信很多店家正要开门。第一间出现的 Bob Magic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600公尺，很近。好像礼拜六休息。礼拜天也休息，礼拜一我就要走了啊！太棒了，那我们这次魔术店突击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来看下一间好了。哦，这间 Cube Magic 评价也很好哎，下午1点开门，就是待会。那我们就去 Cube Magic 看一看好了。Cube Magic， we are coming, bro。我们从这个尖沙咀的喜来登饭店即将前往铜锣湾的 Cube Magic Lego。 各位，这个要小心呐、啊！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地铁的手扶梯要那么快，好像赶投胎。究竟他会不会准时开门呢？还剩3分钟了，来，我们要找到258号，越来越接近了。Cube Magic, guys. Cube Magic， 果然是 Cube Magic， 有卖很多 Henry 的一排。Cube Magic， 第二排是这个剪纸制造的，从 Quaidy Sand 到 Paddle More， 哇，还有那个绝版品呢 ，Zombie Hand。Amazing, bro！ 大家都说1点开门，现在12:59了。好啦，我们的突击行动结束了。结论就是1点开门，就1点到了。没人开门，好了，没有了。现在还有10秒钟，刚刚12:57到，现在准1点。各位，现在是。周六下午的1点整 ，Nobody open。OK，No、okay, show， 现在流行这样 ，No show。其实开这种小店也蛮有趣的。未来我们今天至少也考虑开线下体验店，引进全球最独步、最厉害的魔术商品，直接请最厉害的魔术师到现场示范了。会开在哪里呢？在梦里，早点睡吧，孩子。梦里什么都有。Q Magic 一直不开门，我要去下一间喽。1点半好像有另外一间会开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下。就在这个瞬间。那个人看起来像玩魔术的。果然是玩魔术的。我们的摄影师果然是开了魔术教室，跟教了很多学生的。他完全嗅到那个气场，为什么？你怎么判断的？哥的直觉。我们就不经意的逛过去，要问一下能不能拍吧，先跟他了解一下。我是台湾来的 YouTuber。你好。这是魔术店吗？对。啊？哎，对。秒被识破。对，不是。中间是，应该在这里。真的吗？你看，哇，
是叠牌吗？非常快，嗯、对。太快 ，OK， 对，好快呀！啊。王博丹。哦，哇哦，很快的男人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老夫子，老夫子最近这个我看到了，是最近刚出吗？还是出一阵子？出了一阵子。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走路 ，Go， 走起。哦，酷哦。各位看到了吗 ？Quady Sands handcuffs。之前拿到那个外国的 Trick of the Year Award， 嗯，你看过现场吗？嗯，没有啊。我演给你看。不要逼人家。Let's take a look， 就在他们店里面，我要示范给店员看。Crazy Sans Handcuffs 的 Live Performance， 怎么叫 Crazy Sans Handcuffs 呢？仔细看、啊，手指伸出来，摸摸看这里，就是橡皮筋嘛。很确定哦，不是道具或什么。我摩擦一下，找到一个正确的点的话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 ，one， two， 瞬间就穿越进去里面。啊 ，watch， 再一次，你反应很好，我特别帮你做一个 special 的，看得到吗？是在里面哦，不是幻象哦。啊，非常慢，镜头抓得到吗 ？one， two， don't blink， three。哇哦，还结束了吗 ？No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，小事伸手。好，感谢。嗯，好，有空再交流。好。嗯 ，Goodbye。Goodbye。Goodbye， guys。去下一个点。究竟他开始营业没有？两点半。魔术盒 Magic Box。It's a corner, bro。Hey, bro. Who is this guy? Who is this guy? 帮我P一下，谢谢。是的，老板。这个人长得有点眼熟，我要去他的讲座。看一下，哇，好多我们的商品 ，P2P pad 哦，好可爱。他们连这个都有 ，SBD， Sponge Ball。Dropper， 海绵球的。Hello， 你好。哎哇。嗨。哎，你好。哇，你们店很多东西。对啊。对。香港还蛮多魔术店的，好像。主攻好看都没有十间。哇，已经很多了，台湾大概三四间而已。对。啊。来，我们拍个照。我看那边有一张，这边有一张。故意学这个动作，对，再一张，你这开多久了？十多年了，差不多。哇，当初怎么会想不开？开玩笑。其实我们是差不多第一间在这个我们叫就是商场店了。对，他们从前都是在楼上，一定要去一个单位，单独坐电梯上去那些。哇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大家多多 support 哦。Magic Box， 好久没逛魔术店了，可以看到商品，好感动。平常都是看到网页，哦，你们马上最新都有哎，很屌的。魔术店就要挖宝，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居然有这个，那个赛先生他们出的记号牌，我之前才跟他们老板谈生意，哇，天洋的最新的都在这边，天洋也是很受一般人欢迎，魔术店都会引进。看到我们的商品猫手，这个在台湾已经卖了300多组了，看来是只招财猫。感谢 Magic Box 的 Michael， 我们待会再去最后一间魔术店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要去哪一间。由于明天还要办讲座，魔术店突袭企划顺延到后天。不到真人制造来到了香港开封公司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办公室环境，真的挺好的。开玩笑，这次特别受到香港魔术家协会邀请，这个地方是这个香港九龙区的一个教室。那我们今天是这个 lecture， 明天是 workshop 的部分。今天 lecture 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，就像是我擅长的橡皮筋啊，
还有一个是很多研习会票选第一名的效果气球，还有甚至一些在网络上大家怀疑是特效，但我今天叫现场做给大家看的效果。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有点饿，赶快去吃东西。很多人来这个签名，还有人拿了以前的作品，还有人七年前也来过，这次又相见了。鼓励大家多去现场感受，不论是魔术表演或是魔术研习活动，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而且你的笑点他们都超捧场的，看来我也适合来这里发展。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魔术翼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几乎都是盗版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胡凯伦老师出的这个玩火，而且80块港币，台币大概就320。你去查查看正版卖多少钱就知道。据我所知，这片可能已经绝版。还有很多，还有我们好朋友 David Stone 出的这个气球出香槟，还有非常多不同的东西。灌杂的这个 jumping bow tie 啊等等，红豆红豆，你的 cream band， 这些都是在这个盗版市场很流行的东西，在这边你都找得到，在这边唯一找不到的就是原本道具。剪纸剪刀枪，我们来到最后一站 Magic Square。OK， 没有开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Alex。香港魔术店探险之旅就在这边告一段落，
想要抽奖的朋友们，请看说明栏。这次我们会送出我在世界巡回讲座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气球效果，也是最近刚出的气球停止呼吸。我是简子，我们下次某一国见，拜拜。会吹气球吗？可以，我只问你会不会，没有吹。如果你让我吹的话，我立刻吹爆了。然后我就说我是故意不小心。那给他发挥一下吧，大家 OK 吗？